这是我们福州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个鲸鱼品种，它的黑白的要非常的分明，它的眼睛两只眼睛一定要是黑的，尾巴的话一定要像蝴蝶一样的张开舒展开来。有的从北京走，有的从上海走，有的从广州走、福州走，都加起来大概一年大概是有3000万美金，应该没问题了。